有钱的人被领导骂了，可以一怒之下把工作辞了，然后到处旅游。我被领导骂了，只能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啊哈哈！大哥，你一定要为我出了这口恶气啊！谁欺负你了？我家楼下那几个小混混。没提我名吗？提了，没用。没用？是的，没用。没用我就不过去了，过去了也没用。有人。老师今天为什么罚你啊？老师问我们，我们长大要做什么职业？啊。有的同学说，我长大要当一名警察，为老百姓除暴安良。这不很好吗？还有的同学说，他长大要当一名科学家，为老百姓做出贡献。啊。老师又问我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长大要当一名老百姓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今天为啥不开心啊？老师打我了。为啥打你啊？因为老师说狼和狗生下来是狼狗，他问我老虎和狮子生下来是啥，我说的是老师。